等，永远不息，在台北夜里，喜欢和迷离，多少是一人着迷。你展现的飘逸，无名的美丽，走进我心，宿命将有缘人紧紧的相惜。我以为爱满意，将我们分隔的不会是距离，走远方到异地，我们却慢慢的失去联系。我常常想起你，念着你，呐喊你，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感应。我知道我们不会再相遇，回忆就是一生最美的甜蜜。不要说可惜，你陪我哭泣欢笑，吹风淋雨，心中的城市里爱刻着痕迹。台北不是个伤心地，你消失在雨季，思念更浓郁，遥望前景，我祈祷现在的你过得甜蜜。残障女子小倩，因为父母亲的做主，嫁给了比她年长的老哈。老哈待小倩有若下女，并不时凌虐，让小倩青梅竹马的男友博生至为不平。小倩误信算命先生之言，认为自己是八角蜘蛛精转世，原本柔顺的性情进而大幅转变，她终于对亲夫动了杀机，伙同博生除掉了老哈。当他握着染血的刀子时，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连环悲剧的不归路。你干嘛那么迫不及待地搬进来？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最需要我，所以我把工作辞掉过来陪你照顾你。你就不能等一段时间，要是邻居看到了，我怎么向人家解释？我会躲在家里不出门啊，就算有人看到了，你也可以说我是你亲戚嘛。姐，国生哥搬进来住，多个人多个伴啊，而且姐夫刚死，我也害怕。像昨天晚上我一直听到他咳嗽的声音。你见鬼了！你干嘛？你要睡觉？我搬来就是要跟你住的啊！我不睡这，你叫我睡哪儿？老哈才刚死，这样子不太好吧？他死都死了，又能怎么样？小姐，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我们原本就相爱，是他先拆散我们的。如果我们以后要永远生活在一起，就不能够受他的影响。他已经死了。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那也是要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啊。这里是他的房子，到处有他的影子，他的味道，我真的没有办法。你看清楚，我是阿生，为了要消除你心里头的阴影，我就用行动来做给你看。是一辈子保护你的阿信。
干的好事。小倩，你怎么了？我是阿生，我看见老哈了，我看见老哈了，他没有放过我，他不肯放过我。老板娘。老哈呢？我的西装改好了没有？他去大陆。去大陆？怎么之前没听他提起过？做生意还是探亲啊？不知道哎，他没说。连老婆都瞒，老哈这个人也挺神秘的啊。你们这里好多蜘蛛啊。老阿回来请他打个电话给我，衣服改好了，不试穿怎么行？哦，对了，老哈不在，谁送你过来呢？我弟弟，他来台北找工作住，住我家。老哈眼镜还在。他去大陆，怎么没有带走？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劲，整个店里的气氛好奇怪。他有没有去大陆？去出入境管理局一查就知道。我们要尽快把事情弄清楚。小蜘蛛，来呀，来，到我手上来。乖，你好乖哦。你真的很奇怪，什么东西不好养，你养蜘蛛？养蜘蛛有什么不好？它们很可爱的。嗯，你看，你看哦，有长脚蜘蛛，还有黄金蜘蛛，还有女郎蜘蛛。还有鬼蜘蛛哎！好啦，我不想听啦，我对蜘蛛没有什么兴趣啊。你可不可以把它拿走，拿远一点？他们是我的同类。以前算命师说过，我前辈子啊是蜘蛛精转世的，以前是害了很多人，而且造了很多孽，所以这辈子才会这么苦。有我在，你所有的苦。都已经过去了。你看，我像不像八角蜘蛛？你猜，我是女郎蜘蛛，还是鬼蜘蛛转世的？你不要胡说八道了，我才不像那个什么转世，什么前世今生的鬼话呢！你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不正常，好不好？我本来就不正常啊！你有两只手，两只脚，我呢，我有八只脚，正常吗？小倩，你是人，你是活生生的人哎，你不要一天到晚想着那些什么灵异鬼魅的事情嘛。我要你过正常人过的生活，做正常人做的事。对不起，可惜的是，现在你和我做的就是鬼魅的事，做的就是害人的事。你说，正常吗？你也知道，那是不得已的。听说有一种人面蜘蛛，身体看起来像人的五官。如果我是人面蜘蛛的话，你还会爱我吗？
干什么？我看见有人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他没死，他没死。姐，没有人啊。我告诉你，老黄他没死。小倩，你在干什么？不是说好要烧纸钱给老哈的吗？我们分工合作，你们烧纸钱，我来找朋友陪他。什么朋友？当然是找我最熟悉的朋友啊，多找几个来陪他。告诉我，这附近哪里还有你的朋友？我告诉你，老哈子他人很寂寞，常常出来吓人。你们现在要代表我，好好的陪陪他，这样他就不会再出来闹了。小姐，我要刻图，但我很急，你是不是马上刻给我？需要什么样的印材？都可以了。认真的女人啊，是美丽的。写这广告词的人，我想他一定是看过你工作的样子。要是我，我情愿改成健康的女人最美丽。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老天爷对你啊，也是太不公平。我已经习惯了。反正他决定给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真的很佩服你这样的人，像我这个有手有脚的，我却工作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别说老婆看不起我了，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哎，你是做药品推销的，做推销的真不容易，要靠口才，靠交际，还要看人家的脸色。要是我的话，我一定做不来。像你都能体谅我们这种推销员，我老婆呢，只会责备，只会骂我。好了，这是你的开运图章。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这个图章会给你带来好运气。谢谢，多少钱？500。还有客人，我先走，再见。老哈子有没有从大陆回来？我们查过了，他没有任何出境的记录。你说他会去哪里？他就要去大陆，然后就走了。我真的不晓得他去哪里。他在局里面还有十几万的货款没领，照他平常对钱的重视，他没有理由在出远门前不来把账结清。我不清楚，他的钱我从来不过问。我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我们可以到你们家里面去看一看吗？什
么问题吗？你是小倩的弟弟。嗯。来台北多久了？快要两个月了。还在念书还是在工作？我要补习准备考试。那你平时有没有朋友跟你一起回来住？没有。你在这都没有朋友，你和你姐姐都没有朋友来过。老话在台湾，有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说句比较冒犯的话，老话也把你当成财产的一部分，他没有理由，钱也不拿，老婆也不要，就这样说不见就不见。难道你不觉得奇怪，或者想办法去找找他吗？如果要我说真话，我宁愿他永远都不要回来。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里，我也不会去找他。老哈衣柜里面有些衣服，从款式上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他应该是出事了。会不会像老哈之前说的，他老婆真的和外面的男人联合起来谋害他？上次打他那个男人，有可能。无论如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管老哈做人怎么样，我们总要把他生死给调查清楚。对了，玉芳，好奇地问你一句，你现在还会觉得蜘蛛很孤单吗？我要先看一下百科词典，研究一下到底母蜘蛛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把公蜘蛛吞到肚子里面去，再回答你这个问题。看过医生了，我可能怀孕了。我说我怀孕，你怎么那种表情啊？是我的，还是老哈子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问一下。如果你担心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我就去把它拿掉。小倩，你不能怪我有这种想法。老哈子死没多久，以你现在怀孕的时间来推断，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他的。你那么在乎我，我曾经跟他在一起吗？那是过去的事，小倩。老哈子虽然已经死，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里面老是有他的存在。我不希望我们将来两个人要过着三个人的生活，你懂吗？光是他的阴魂没事来骚扰一下就已经够我受不了了，更何况是他的孩子。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不可能一辈子面对他的孩子。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一看就像他的脸，那怎么办？小倩，你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他的还是我的？你现在都已经怀孕，
如果我说是你，你会相信吗？如果我说这孩子是他的，你会怎么办？如果我说这孩子生下来像我一样，是个八只脚的蜘蛛，你会要他吗？了解我的，对不对？你告诉我，我肚子里面的孩子该怎么办？你要我生下来，生个小蜘蛛，跟你一样的小蜘蛛？不是，你是说不要生，生下来孩子会不幸福？小倩。姐，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找国生哥陪你去？我不要他陪。你跟国生哥青梅竹马，为什么不把小孩生下来呢？我自己的事情不用他管。你如果不想陪我去，我自己会叫计程车。你要去哪里？姐要我陪他去把小孩拿掉，不准去。我决定让你把小孩子生下来，不管是谁的，我都愿意养他。如果这么勉强的话，那就不要生。我都说了你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你还想怎样？我不生了，孩子在我的肚子里，我要他生他就生，我不要他生我会把他拿掉，不用你管。好，小倩，我跟你道歉好不好？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拗呢？你说过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像老花的脸，那怎么办？我们要像杀老花把孩子杀掉吗？如果孩子是我的，我就不准你把他拿掉。你一定知道孩子是谁的。等我把孩子拿掉，我就会告诉你孩子是不是你的。听你的口气，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对不对？我不准你去把它拿掉，我不准你去，你听到没有？你慢慢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你，哎，武生哥，你，小倩，小倩，小倩，哎，小倩，小倩，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直是疯，我不是故意打你的，小倩，我不。今天还要工作啊？待会儿我送你回去好不好？没有关系，这个车是公司的，加油不要钱。不客气了。
我还没有那么快答应。没有关系，我今天也没事儿，我在车等你啊。小倩，整件事我很抱歉。你这个小贝脸、小兔崽子，开干到俺店里，看我怎么修理你！流产了，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大力的撞击之后，肚子里面的胎儿根本承受不了。那那个小孩子正不正常？我是说那个流产的胎儿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一团的血和肉，怎么看得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还要再经过详细的检查。是老哈，你知道我不可能。你不愿意有老哈的孩子，老哈也不愿意有你的孩子，所以他才会阴魂不散的出现，让你亲手打掉自己孩子。这是报，薛武章内夫，报应。薛武章内夫，我自己的孩子，是报应，是报应，是我们的报应。小倩，小倩，你走开！不要说他是我的孩子，是真的吗？不要碰我！小倩，小倩是真的。小倩，走开！小倩，你不要碰我！小倩。走开！李小倩，听说你发生一些事情，受伤情形严重吗？她流产。流产。这个消息老哈听到了，一定会非常难过。你呢？管区警察说是你动手打小倩，你和他或者和老哈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身份证拿过来。他是我的邻居，打人是个误会。误会？上次路见不平把老哈打伤的人是你，对不对？又打老哈又打小倩，你是暴力分子还是和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样的恩怨？不想说还是说不出来，没关系，跟我们回到局里，你可以慢慢的想，慢慢的说。哎，他是我的邻居，
他什么事都没有做，打人真的只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小倩，我们现在查的不是打人，是杀人。我们已经确定老哈失踪了，而且他可能已经遇害。不管是谁干的，对方有几个人，我们都会把他挖出来。小倩动手打她老公，小倩流产，你表现的是如此的悲痛，好像小倩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老哈的，是你的。老哈失踪已经快要一个半月了，你要我们当警察怎么想？仇杀？财杀？还是情杀？你不要不说话，你一定知道答案。提醒你一个重要的关键，一个可以救你命的关键。现在只是失踪案，杀人案还没有成立。只要你肯坦白自首，说出案情，那么你还有机会活下去，重新做人。我还是那句老话，我只是小倩的邻居，我什么事也没有做，信不信随便。蹭蹭的，我们又没有干嘛，他老花眼，我在帮他找名片呢、啊。你误会了，我们又没做什么。老花眼也不必啊，你的手在他胸里面摸来摸去干什么啊？你在讲什么啊？他们全家跟他公司几个干部都要跟我买保险。好啦，现在人被你气走啊，你神经病啊！买保险就买保险，没有必要牺牲你的设想，你懂吗？我牺牲设想，家里开销吃的用的那么大，你要有本事赚那么多钱，我需要牺牲设想吗？没出血的样子，又出去混一天是不是？哈，钱赚到了吗？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当初怎么会嫁给这没出血的老公啊？国生哥，你这两天不见人影，姐都担心死。国生，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你赶快进来。我不进去了。我想了两天，我觉得我们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是到了该分手的时候。怀疑我对你的爱，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变了，不再像以前。你看看我们两个之间，夹着老花的鬼魂，还有那个无辜的孩子，我们两个人毁了两条生命。你不是说过要照顾我、保护我一辈子吗？
我行尽力，可是我受不了，我怕我受不了那些警察的逼问，我怕我受不了你身边的蜘蛛。小倩，不是我编，是你编。你想逃你就逃，你不需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都已经到了要分手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指责你或说什么难听的话。国生，国生，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我怎么办？你走了，你叫我要怎么样？你说啊！我一直开车经过，看你没开店，我在替你担心啊。你担心我，不晓得被打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是。来，坐坐。那天那个男的出手这么重，他是谁啊？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不用为我操心，现在没事了。那就好，那就好。我不想工作，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请你吃饭。谢谢你这位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天要不是因为你，我恐怕连现在还在医院呢。我早就想请你出去了，我真是求之不得。你这位英雄还在等什么？还不赶快抱我上车。小心！被你抱的感觉好踏实，好有安全感。我来开车。哎呦，你还擦口红啊？我现在看着擦口红我就怕。你上次口红不小心弄到我的衣服上，害我回去啊，被我太太看了大吵一顿呢。对不起，害你们夫妻吵架，我要不要去向你老婆解释？哎呦，不用了，越描越黑。那这样子，你不是白白被冤枉吗？也没什么两样了。
反正我在我太太面前啊，也就是一个窝囊废。那是他没有眼光，有你这种老公是他的福气。你在想什么？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到哪儿去？完全没有和小倩联络。他让小倩带着那个药品推销员过来亮相，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很明显的三角关系。小倩带着别的男人来刺激刘国生。不要忘记了，这是两个三角关系。老哈到现在没找到，他是第一个三角关系当中被三振出局的人。这第二个三角谁会被三振？我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男女游戏。我也不喜欢这种游戏，有着太多死亡的味道。时光再怎么美好，很快就会过去。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在我太太心目中早就不存在了，我随时可以跟她离婚的。不是你的问题，我已经决定了，要和刘国生同归于尽，把他杀了，然后再自杀。说什么？我已经受够了，我受不了他的虐待，他的纠缠，我真的受够了。我一定要用我的方式把他结束掉。不，小倩，你不要激动。那个男的
你确实是不是东西，但是现在由我保护你，我想他不敢再打你了。你不懂，你不懂的。那一年我十七岁，他用暴力夺走了我的正常，他像魔鬼一样控制我，侮辱我，打我，骂我，这些家常便饭。他甚至还用我家里人的生命来控制我，要我不准离开他。小姐，这社会是有法律的，你可以去告他吗？告，我报了几次警又怎么样？上次他打我，连肚子里面的胎儿都流产，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跟你在一起，你知道他有什么反应吗？他限我三天之内回到他的身旁，要不然先杀了我，再把你杀掉。先杀了我，再把你杀掉。他不是跟你说着玩，他那种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了。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离开你，委屈被那个魔鬼欺负。只有一条路，同归于尽。那你预备怎么做呢？我现在只是一个残废，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也只能够回到他的身旁，受苦受难。不，小姐，不，除了杀人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吗？啊！不要你管，那天也在我死之前，能够让我遇到这么好的男人，有一段这么刻骨铭心的感情。我已经很满足了。不，小倩，我们两个是一体的，你放心，我会拿生命来保护你啊。怎么办呢？要是他下了过来，他没有暴力，我会打不过他的。杀人不一定一定要见血啊。家里面开销越来越大，你注意到了没有啊？啊，小明冬天该买衣服，你想过办法没有？坐在那边发呆呀、啊？哼，现在受养正经也不做，这边发呆想什么？想东想西。什么信用卡？你知道信用卡是那些有钱人家才做的，懒得带钱出门，签两个字过瘾的。你凭什么资格啊？办什么信用卡？搞什么飞机啊？实在是，干嘛？你坐在那边干嘛？等我帮你沏茶、啊。我告诉你，你没那个命啊！去帮我换洗澡水啊！千万要记住，
这个豆浆盒子上有打勾的，那是有毒的，你不要拿错了。只有你这种男人才会这么有担当，你真的能够为了我什么牺牲都敢做。我想这件事情过后我们就海阔天空了，我相信我会好好照顾你的。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们曾经是最亲近的人，你不请我进去坐吗？朱朋友家。对，这几天我朋友到南部去玩。就睡这样，连床都没有。时差发现舒服。国生，搬回去住好吗？我现在很好，很平静。我只想把过去忘掉。难道我真的那么一无可取吗？不是，是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到现在老哈的脸还常在我的梦中出现。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再重复。过生，你明明知道我生命中不能没有你。我让你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住在什么地方，就是怕万一你有事需要我的时候能找得到我，但不是要我们的感情这样牵扯不清。这一点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痛苦。我只好搬家换工作。你就那么绝情？我们从小到大的感情，现在在你的眼中好像变成了一堆狗屎，变得那么一文不值。不是我绝情，也不是我不珍惜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而是老哈死使你变，一天到晚自怨自艾，幻想自己是蜘蛛精转世，是那些鬼蜘蛛把我们疏远了，难道你不知道？也许你跟那些蜘蛛才有感情吧。我不勉强。我买了你爱吃的豆浆，还有烧饼油条，你总可以陪我吃吧？吃完我就走。我现在吃不下。难道分手了？你就不能接受我对你的一点关心？谢谢。我这一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那你现在不爱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的关心。
国轩。这个地方，这里好阴森啊！我来过这里，这里对我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橙子就在那，我们快买吧。为什么要离开？背叛？为什么？地怎么这么臭？什么东西？我知道，你知道有死人？那是我丈夫。你丈夫？我丈夫欺负我，对不起我，我就和刘国生把他给杀了，然后埋在这里。然后呢？然后。刘国生对不起我，我就害你联手把他给杀了，也埋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很好的归宿。臭男人大集合。对不起，我的男人，就是这种下场。天良，过来，过来啊！不一样，你对我好，疼我，照顾我，你才是真正的男人。抱我。快拉吧。如果够深的话，就把它埋了。好。
来哦，黄泉路上好走哦，来哦，拿点钱好上路。晚上第三组跟监弟兄发现小倩和她那个卖药的男朋友从一处杂林里面走出来，结果第二天早上那个刘国生就无缘无故失踪了，你会怎么想？天啊，小倩不要又做出什么样的傻事。那个小倩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聪明。各组注意，各组注意，我是尚志，现在有黑色状况，马上调集多一点人手，把挖土工具带起，我要把那个树林好好的挖一遍。老花的尸体，刘国生的尸体，竟然埋在一起。一个残废的女人，怎么会这么残忍？你问我，我去问他们。立刻通知法医还有检察官过来现场勘验，一组弟兄跟我准备去抓人。是的。你这药品推销员还挺行的吧？啊，杀人不见血，你告诉我，你教教我你到底怎么做的？我用药。用药。刘国生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怨？你用几片药就把他送上西天啊？小倩，你女朋友要你这么做的，你逞英雄吗？在女人面前逞英雄，你知道杀人是要判死刑的。什么样的女人？我问你，我是个人还是蜘蛛？我真的是八只脚的蜘蛛精吗？肯定你绝对不是蜘蛛，但是我一直在想，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勾结第一任男友谋害情夫，又勾结第二任男友杀了第一任男友，他们都是人，你没有资格像蜘蛛一样狠狠咬他们一口，把他们吞到肚子里去。
怎么狠得下心呢？林小倩，我们要以连续杀人罪嫌把你带走。我站不起可怜，会不会让你觉得更像个男子汉？还是那句话，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一只公蜘蛛，没有机会被他吞到肚子里去。心疼为你，今日